阿江，你卖怪我讲话伤直接，你苦乐关系已经超过朋友关系啊，这点我真烦恼。所以你嘛感觉我应该要跟伊保持距离，就因为伊是摆卡，所以伊就无应该得到任何的关心。摆卡毋是伊愿意啊，而且伊已经有够可怜啊呢，你搁安尼对待伊，安尼对伊敢有公平？爱姐，我敢是这种人，你误会啊，我从来无看袂起苦乐，甚至我欣赏伊的勇气。啊，不过伊目前状况佮你的处境，恁确实需要保持距离。我的处境是安怎？你敢知梁靖川佮彭启明交给的代志？即摆是有情办法。要甲大力苦劳因落倒的人，毋若是梁靖川一个人，阁有彭启明爸仔囝，一个是你阿公，一个是你阿姑，而且恁爸妈因我去平家迄边啊。假使你继续阁大力阁苦劳徛干一边，你连百姓就无安心，甚至会让你处境更加困难。阿姐，我真正无希望你阁受到伤害啊。刚刚就因为我的出身。所以我连关心一个朋友的资格拢无。你当然有资格，啊，不过伊即卖处境，阿姐，你真正无适合想要关心伊，伊才知伊平安安尼就好啊。啊，不过，看小弟的表情这么坚定，我还是卖表现出太过激动较好。若无伊社长的聪明，还佫有警觉性，若是发现我坚持要去找小黑，凡是为着要保护我，限制我的行动，我手机咧，我竟然手机拢袂记查。你看我，为着阮囝的代志，我竟然啥物代志拢袂记咧啊！安尼，紧当去公司，打电话厂商。袂赴我啦。你已经等足久的啊！阿霞贵哥，我拜托你，你的手机借给我好不好？给我打电话给伊，这是公司的代志，我歹势给伊等足久啦。我拜托了。好啦，别急啊，进厝较要紧。多谢阿贵哥，多谢你。阿贵哥一直都是社长的心包，很多事情都是他在替社长处理的。小黑和大力的行踪，阿贵哥一定也知道。我只要看他们两个的对话记录，凡是应该找到小黑的行踪。找到啊！这个偏僻的地址哦，一定是小黑跟大力住的所在。我还赶紧传给我家己。阿姐，无你卡电话接算啦。哎呀啦，阿贵哥，我一条鸡毛，就连厂商的电话几号我拢袂记咧安尼。安尼，紧转去办公室找啊。对哦，啊，多谢阿贵哥。那安尼，我即摆就随转去办公室。对啦，阿贵哥，你敢袂用个，莫甲我今仔日情绪无稳定的代志讲出去，无我惊有来生囡仔话。毕竟，阮爸妈才让拄过我出去公司尔。
安啦，我袂讲啦，进去。多谢阿贵哥。林志祥，你是要创啥？阿强。我可爱袂成啊！啊，你一个人走的这荒郊野外是要创啊？你安尼哦，阿舅会烦恼呢，所以找人来保护你啦。我是看这环境足清幽的，所以想讲伫遮露营，一个人静静的。而且我会晓空手道啊，我还当保护我家己。你要露营呐、啊？即摆外口我设备好诶，风景水营地有一堆，啊你讲这在荒郊野外呢，连手机讯号拢无啥好呢，啊万一你若出什么意外，无得靠连救护车都拢叫无啊。爱食，啊你妈，干那你这查某囝尔，你毋知好好保重你家己。我知啦，我拢有注意，阿姑你毋免烦恼啊，你应该先倒去。啊你要露营哦？啊，无好啦，阿姑吼老赖陪你露营啦。啊，你若惊伤吵哦，我会叫这个人哦较闪的，绝对哦袂吵到你啦。啊，露营呢，装备还佫有食的，我叫因哦在山脚买一下，啊，连袂着回来，足方便的，袂去麻烦到你啊。免啦，我真正是想要一个人静静。自从我阿妈过身了后，我的心情一直拢足歹的。请阿姑你给我一点仔私人的空间好无？你要私人的空间，阿姑当然嘛乎你啊。啊，不过你私人的空间内面有啊有鸟鼠啦。阿姑吼爱甲这鸟鼠吼掠掠吼，你这我都真乱啦。什么意思？唉，爱讲，人咧讲啦，天顶天公啦，地下母牛公啦，阿姑上大呢，你哪会当骗阿姑啦？你来这山区，这山区应该敢那有山鸟鼠尔。啊！不过你来遮煞尾找什么阿姆太郎？啊！不是不是不是，应该是骷髅太郎。阿姑，你是不是误会啥？我哪听无你在讲啥？你听无我在讲啥？海姐，你去骗阿姑，阿姑要生气哦。我真正是想要一个人去露营诶！你卖阁讲白贼啦啦！你一个查囡仔哦，逛到大包细包啦，这些物件哦，互你食一礼拜，你嘛食袂完啊！你根本哦，就是要给做鸟只饲料，饲大力啊，阁有骷髅这两只大鸟饲。这是伊老花的镜片，嘛是伊唯一老花的纪念。我一世人永远拢只爱伊一个人。这不是小黑，一直顺奶奶跑来，那是你家？哦，安尼认出来啊？可见哦，你对骷髅真正用情足深的呢。怎啊？骷髅叫我拍个做告白啊！然后这条破链就落去，我就把破链捡起来。哎，然呢？啊，将破链赢我，将破链赢我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看你迄痴情的模样哦，真正够好笑的。你拢无看迄个场面啊？你也看迄个场面哦，你绝对哦，气甲读甲青烟呐！即马搁买物件给伊食。啊，无彩钱的啦！那条破链，臭小黑看了比命更加重，哪有可能让阿姑安尼摕来算？我一定要替伊抢倒转来。阿姑，你真正是哦，最爱乱点鸳鸯谱的呢。我讲那个臭小黑哦，真正是无啥，伊起来就像哦，跟我一点仔关系拢无。啊，只是讲这人的破脸，你安尼硬抢哦，真正是无好啦。杨梅讲者哦，这物件是牛进川的，不是骷髅的啦。牛进川有讲啊，这物件要送给我，所以今麦这条破脸啊，是我的啦。
啊不爱讲，你老公看到这摆人的队，我真心吼，甲这客人赢啦。你别提起赢伊哦，伊一定足欢喜的。啊，不过我要去露营，我都别甲恁做伙去啊。阿可乐人哦，因都伫咧迄个产业道路顶吧。啊，伫对啊，你唔得讲我大声诶。我讲去露营哦，就伫咧产业道路顶吧，迄个小路。哎呦，讲到大声，伫对啊，紧紧。我讲去露营，就伫咧。全部跟咱只手都倒来，我一定要赶紧摕落来幸福小孩。提到回来，这条破人是小黑的命呢。阿姐，展现你，这对嘞，对嘞，这，这，我一定要提到，小黑为我付出这么多，我要替伊提到回来。叫声音，有有够去找所在落。哎呀，我拄则叫了小大侠，甲阿姑伊拢引过来啊。阿兰嘞，抓啥人我？王哥，是你啊？这有什么好用啊？赶紧出来啊！是。我靠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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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